是 hip hop 啊，系啊，系我自己特别中意 hip hop 噶，因为我觉得 hip hop 好 free 啊，吓你冇乜嘢框住你啊。有一段时间咧，即系差唔多成四年咁长啊，但系每日都去跳舞噶。我跳舞纯粹系兴趣嘅啫，有时仲会去 New York 度Broadway dance 嗰度学跳舞添。咁呢个纯粹兴趣学跳舞，冇谂过有一日咧就喺大荧幕度真系会跳舞嘅。其实我嗰段戏我唔系好明噶，其实个剧本点解会吹分吹到咁啊？我一路拍嗰阵时候，我一路都觉得奇怪噶，点解咁恨抱孙？点解咁恨个仔快啲结婚？因为我可能冇呢套理论嘅，即系冇呢套咁样嘅谂法喺我里边，我同我先生都冇噶，即系有时仲会觉得唔好咁快结婚，多啲喺自己身边好啲。你都未可以接受到，如果而家去结婚。有即刻生 BB 嗰種做婆婆，我想學好多語文嘅，因為例如我其實我法文都係半桶水嘅，即係要應付考試嘅啫。嗰陣時喺巴黎，咁我想學好啲嘅法文去啦。咁又例如我好中意日本嘅，咁我又好想學日文，可以去到能夠更加了解當地嘅文化，同埋學多啲新嘅嘢啦。咁但我發現到有個定律咧，就係、是。年紀大咗咧，個記憶力差咗，你要學嘢咧係進步好慢嘅。咁就係、是，所以我成日想同啲年青人講，就係後生嗰陣時真係唔好浪費光陰。即係我自己年青嗰陣時候咧，真唔識得珍惜嘅，好多時嘥曬啲時間去拍拖啊，咁無聊嘅嘢。即係而家覺得真係好浪費時間。